因为时间关系，那么台长呢知道很多人呢不远万里啊来到新加坡，你们不要以为我说白求恩啊，不远万里啊，新加坡来了，还有呢当地的很多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我们这些啊佛友都希望能够看看台长，给他们看看图腾啊。我知道你们呢，反正你们记住这个风水的事情少问，明白吧啊，其他的事情呢台长帮你们当场看啊。过去呢台长看图腾呢总是在休息的时候呢要下去呢啊喝口水了，换换衣服，衣服都湿了。但是呢台长今天呢因为在新加坡的是最后一场啊，昨天已经讲演讲了两场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场，所以呢台长今天也豁出去了，好像这句话昨天讲过了，所以台长今天不下去了，继续给大家看图腾，大家说好不好？好。下面呢台长呢就当场给大家看图腾，希望指点大家的迷津，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学佛啊，要一定要珍惜台长这个气场，珍惜台长这个功能，来好好的学佛。看出来不是目的，但是真正的是要让你们来改变自己，好不好？